我刚刚那个歌也太老了吧！我不是这陶喆的歌，你居然你居然就是上来就嫌弃的吗？不是嫌弃，就是正好听到我听过的歌，我觉得这个歌好老啊。怎么办呢、啊？他你看他居然这么嫌弃，没有啊，老但是不影响他好听啊，是吧？好听是好听，就是有年代感的，太有年代感，挺久远的。但是他们也不一定觉得老啊，干什么的，是不是？发现还是老歌好听一点，就一直都在。不是说它好不好听，不是说老歌好听，然后一些新生代的歌不好听，而是说，就是怎么说，你有点一个就是特定场合嘛，哦，就特定场合一个什么特定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情况下面的时候啊，你会觉得好像就也还行哈，就那种啊，然后，但如果说是，你在室内然后听陶喆的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是你在室外。听的时候的话就不一定能好好听，为什么？因为它就有一些歌，它就比较适合很安静的来听，是不是？你知道我要是在室外，我也不会听那个陶喆的歌啊，因为室外真的很吵，很难，就是情绪共鸣这些东西。把流线宫女是写的歌里面，你们是说 melody 嘛，是吧？对呀，就是那个。哎，人家一看，人家男女朋友之前是男女朋友写的很正常，是不是？我是歌手，我也会火，别说什么了，是吧？那时候就是谈恋爱干嘛的？爱的上头是我，我也写，关键对是啊，歌也咱好爸啊。不是也写了吗？咱妈不是也写了吗？不是很正常。对呀，什么还尿啊？他们俩都不是做，就是那种创作型的，都连情歌都写。人家陶喆写歌才子，人家凭什么不写嘛？是吧？就是，咱爸那个什么，那个橘子汽水的那什么歌来着？Sweet 啊。啊，对，Switch，这不是写的一套一套的。对呀，就你们这帮人真的一点原则都没有。放在他俩身上都能接受，放在别人身上就得考虑一下。我跟你说，就是市面上面真的有太多一些情情爱爱的一些歌，所以我也我说实在也并没有那么喜欢那个，懂明白我意思吧？我没有就没有那么说啊，然后就觉得怎么样？就你要是听那个，你要是听怎么说呢？你要是听老，就是听这种情情爱爱的歌，你听老歌才有味道。就是现在的年轻的唱情歌这块哦，也不是我说什么，是真的有一点点的小拉胯的那种的。那是。就是你感觉会你会会感觉没有厚度。就是那个歌词也好，然后唱的旋律也好，都没有以前的好听。以前的很耐听，对吧？你说你零几年的歌，你放到现在听，那还是很好。就是我是说，如果说你是说是唱情歌什么之类的，情歌什么之类，我是比较推荐就是以前听以前的老歌，因为以前的老歌，一个是情绪到位，然后以歌手的歌手也到位，是吧？哦，歌手他也到位，然后吧，你其他的一些怎么说呢？我发现现在就是新生代这里，唱这个就听歌啊，哦，唱歌啊，什么之类的，真的没有那么的，对，就是你们想的那样，就没有那么的有厚度。他应该。咱爸应该要减脂吧，感觉后期应该要减脂吧。
减什么？他说俊子最近瘦了好多，阿姨没给他补一补，他是不是不能吃太胖啊？嗯，你们就没想过有一种东西叫苦夏吗？嗯，也是哈，我自己都吃不了，你别说别人了，真是。热也有可能，对呀、太热了也吃不进什么东西。哎呀，你这天气你自己饭你自己都不想吃哎，刚好又这种时候有什么又健身的干什么的，什么七七八八的哎，是吧？又什么减脂什么之类的。这两天应该好一点，没有之前那么热，但是还是挺热的。是呀。那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因为太热了，然后他也不太好吃啥东西，然后就会瘦。而他运动嘛，那得运动的话，吃的少，再运动不是更加瘦了吗？哎，你怎么说呢？怎么你怎么说呢？真的，你就很，有时候它也跟天气有关系的，有时候也不是说不吃那种。那多少还是得吃一点，至少吃是会保吃证他啊，正常的饭量。吃是会吃啊，只是说。只是说，可能有时候他有时候有时候有一些是真的胃口没那么好的，真不骗你们。你妈在家以前，你妈用吃饭都用盆的，那个不锈钢的盆的。现在天天热，她也不吃，他也不用盆了是吧？就是，没有以前吃的多吧你？就觉得自己好像也挑食了那种。其实解决纯粹是天气问题。然后你看这种夏天的时候，你吃少的时候也并不会觉得，也并不会觉得啊，然后饿啊，还干什么的？你们没发现吗？这倒是，夏天本来就吃的不是很多。对，就是那个热量消耗也大，要吃的不多。然后一个就是你只要水分啊，还有一些基础的营养跟得上，基本上行了。哎，真的很苦夏的人真的是挺辛苦的。是。小妹，对呀，你妈之前吃饭的时候都是用那个不锈钢盆的，真不开玩笑。他之前发过，就是那个演那个小月的时候，他不是吃饭，是不是感觉好像胃口好好啊那种？你看着吃饭，你就觉得当好时香。吃两盆饭，然后还喝两三杯那个奶茶呢。不是你还会觉，就是还会觉得。就是感觉他胃口好好的那种，对，咱们都觉得他好可爱呀。不是，关键还是那个不锈钢盆，那个我也看了，对，我也觉得好好那玩。串门，就他好可爱。我还第一次见到这么不见外的，是啊，他都用饭盆。我还确第。实，男生吃饭确实用饭盆的多，就是本来饭量就比女生要大很多嘛，那吃确实吃的多。他干嘛啦？没有，他们说怎么感觉最近我爸好像是不是在那个，说你爸在是不是在那个，减脂。减脂干什么的？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只是胃口不好而已。对呀，他现在作息多不规律哟、哦。对，作就息是首他先瘦了很多。一个是作息不规律，还有一个真的是这天气，想要多吃一口饭都是很难咽下去的。然后我们就每说天还咱有妈，这么浓的果汁儿喝，是吧？然后就说咱妈用盆示范嘛，她现在也不能用盆示范了，也吃不了那么多你了。妈估计也是因为你爸饭少啊，什么干嘛的，才又想折腾这些东西。也有反可正能，不可是能。因为他自己的兴趣，有那功夫躺会儿不好吗？怪热的。也是，有那功夫，忙的又不是他，是汤啊，汤忙。我有时候就觉得你们他妈拉姑，有时候真的不把你们他妈拉姑当人了。切个水果还要汤来切，真的是，哎。就是感觉好像你爸跟就是你妈干嘛都行，然后
是吧？哦，然后反正霍霍完了以后有人收拾就行了，那谁收拾啊？他买了锅啊，是吧？闪着什么？闪着贤惠的金光。哎，行吧，我都说了，这种就是我最近会比较爱沉默，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也确实圆不好圆。你没有这个高度是吧？对呀、啊，还没有这种觉悟。他们说最近，不是猕猴桃出了那个他们的那个年报还是什么东西的，说狐妖赚了还蛮多的，就是反正是赚钱的。啊，我没说，我之前没说亏呀、啊。对啊，就是说他现在是出了那个，应该是年报吧，还是反正就是写了，就是狐妖是赚钱的嘛，因为什么招商啊等等的一系列是赚钱的嘛。对啊，我没有你爸的，我之前没有跟你们说过嘛，你爸的剧，所以他是招商的一个 PPT 神兽，就是这样子，就是再烂的剧，你不是说大赚嘛，但是他起码也不亏。是的。然后就有一群，又有一群人在那边酸嘛，酸鸡的人在说，哎呀，这个剧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这么烂也有人喜欢什么之类的是吧？对对对对对，正常，正常，这很正常的。什么彩？对，说狐妖赚了，但是猕猴桃的股价跌了，你知道吧？这一向来都这么迷幻的。我其实我跟你讲，有时候也经常看不懂他们这些公司。但是就是起码爱奇艺它是比优酷那边会比较尊重作品的，这个是实话。确实。对，他现在就说是那个咱们一帆姐拉的广告。就是一帆姐那边说，哎呀，说播剧的时候没见到男主的粉丝过来什么什么什么的，现在出财报啦，说这个剧赚了，男主的粉丝又过来怎么怎么样，又来，意思就是又来贴金啦，什么什么东西。哦，那没事嘛，你下次用你姐，让你姐去招商不就行了嘛？这要花钱。是啊，让你姐去招商就可以了，多简单的事。然后又扯出来，就是我就上次说嘛，说那个。暗河不是有那个是女武啊，好像什么加戏嘛，然后说好像蘑菇那边一直在闹啊，什么什么东西的，要求那个暗河就是回应啊，什么什么东西的，然后说可能闹得比较大，然后呢就说可能会影响就是咱爸后面的剧，我想不过这个事情。首先咱们粉丝也不太重要，你这个再闹人家该加戏还是加戏的，那有什么用呢？他不是说为什么会说影响你爸呢？闹随便啊。不知道啊，就是传是这么传啊，说啊还有影响会影响你爸、啊、会影响你爸的戏，你能影响你爸什么？你爸他该是男主还是男主啊？那他有本事把你爸的戏给删了嘛、啊、你把那个把那个什么那个片酬你给我结清楚就行了，真的是吧？你付片酬、啊、付完之后搞得好像这个剧组里面有公权话语权很大一样，哎呀这个演员不许上，哎呀那个演员不许上，哎呀今天要加投资，今天要减少投资，他又不是制片人，他又不是出品方，他只是男一号，是不是？成品的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他只要干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好好把剧给拍好。把剧给拍好了以后，他呈现出来的一个作品，他不负责，没有办法，因为不是他剪辑，他不是导演，他又不是编剧，是吧？这谁给谁戏多，给谁戏少？你好像搞得好像龚俊能说了算一样。有时候有些人都不明白什么叫，就正常，就脑子稍微正常。对呀、啊，我说外面这么传嘛，我就说这个剧，他除了拍戏，他还能干什么？对吧？他又不能选角色，他也不能去剪辑，他也不是制片，他也不是导演，你怎么？对啊、他就是怎么影响呢？对，他就是收好片酬，然后好好把那个戏给拍好，成果怎样的一个展现之后，真的也不是他说了算，是吧？对呀、啊，而且就算蘑菇去闹去弄，那怎么样了呢？你这个戏他该是男主该怎么拍还是怎么拍啊？该
是男主还是男主，有时候我就是就不是很懂这些逻辑，就是有时候就觉得脑子是不是多少有点坑，不是闹就闹啊，就是主要是闹就闹，为什么会说会影响你爸呢？我就说就是这有什么影响的，他该是男主还是男主，我好像就是闹了以后闹了以后龚俊就是从男男就是说那个男主可能会影响他下一部剧，我说对下一部剧还没影呢。哇，我跟你讲，我要是制片方，就是我要是那个制片方，我知道龚俊要马上要接下一部戏，他有空了以后，我跟你讲，我立马 PPT。对啊，你这不废话。我就说现在哪个剧组巴不得他演，对不对？他演了，你至少能保证你不亏，对吧？那钱的事情谁过不去啊？对，现在就是。投资这边或者是开剧这边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赶龚俊赶紧出主啊，你想什么东西啊，你还看什么说什么，哎呀粉丝这么闹会不会影响他后面的剧，说后面剧有在接触，然后如果影响不好的话会怎么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人家资本又不是傻子，资本是看你粉丝还是看你人啊，当然是看你人了，你去演了，你不管你，就算你不演，你去混个那个 PPT， 混个招商，人家都乐意买单，对不对？啊，人家之前那些什么综艺啊，什么东西的，不是天天都要说你要龚俊嘛，对吧？那多了打了一个你要，那就是代表就是有这个有签他的可能，对吧？那就可以去找招商了呀。没事，有时候我就觉得经常因为你爸的一些事情就会经常会看到一些蛮好玩的事情的。嗯，我们上次不是有说过一个 PPT 吗，就是写了他的那个名字吗？那个现在想想还搞笑的。对啊，那他还没有拍这个戏没拍完，他不可能再谈，他可能现在肯定是有接触说要谈后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剧没有拍完之前，他肯定是不会去接的嘛。那你看他拍完戏以后，再看他到底选哪一个咯，对吧？他要开要看他自己啊。对，我说粉丝再怎么闹，蘑菇再怎么闹，他也影响不了啥呀。做决定的人又不是看蘑菇的脸色，是看龚俊的脸色，对不对？你龚俊想接就接，不想接就不接，对吧？但就算他不想接你粉丝再怎么弄他也不想接呀，对吧？没事，他们高兴就好啊。哎，就觉得挺好玩的，就是就有时候有一些传闻的是干什么的，就觉得就觉得我们这个这些讲的消息嘛，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感觉有点不太聪明的样子。就是你说实话，这种消息都两三年了，都到现在了，如果还有人在相信这个消息的话，我就觉得你这两年一点都没有长进，知道吗？每次一有什么事情都会传，哎呀说什么这个影响不好那个影响不好，会影响他可能会掉这掉那。掉这代言或掉那剧就很奇怪，我说这种东西你都已经讲了三年了，你看他哪一个掉了呢，对不对？他们说蘑菇里面有黑吧，蘑菇里面我就没觉得有一个正常啊。那我觉得蘑菇可能都是黑吧，没有什么。我没觉得有正常的，为什么说话蘑菇他们里面有黑，没有正常的吗？我很想问你，你见过正常的吗？我没见过，哎，没有见过正常的，所以蘑菇每次线下还是你知道他们每次去线下都必须得买那个帽子，就是那个很丑不拉几的帽子，不买就不准追线下。哈，是那个他们卖那个帽子还有红色和蓝色之分区别，知道吧？因为是两个人两个不同的大粉在卖，知道吧？然后说。然后就说那个参加活动必须得买那个帽子，然后才能参加活动。然后呢，还有那个旗子也是的。然后每次都是卖帽子，每次都是卖帽子。嗯，这有一点点的一言难尽。
没有啊，我不用，你去吧。不是，他突然间停了，我还愣了，我说，哎，我刚才问他怎么了呢？没有，刚刚，我今天赶上大暴雨了，就是你没地方躲雨，我还用车，就是坐后面坐着我的妞，我到家的时候，我鞋壳里面都已经水都漫出来了，刚洗完澡，哎，活过来了，活过来。就是眼睛那个雨下的把我的隐形眼镜冲飞了。我前几天也是，就是带月月出去骑电动车的嘛，哦，那雨下的猝不及防的，你连躲的地方都没有。嗯，真的。然后你猜怎么着，我在那淋着雨嘛，往家骑的时候，我嘴里面大喊：“真的是这个天，爱你爱的好深沉呐、啊！”你不告诉我，你就学我。我不要我那种情况下我还学你，这已经变成我的口音了，好不好？不是这种东西还能就又不是一直在身边耳濡目染的，你又不是在我这个环境里面，你这也能被传染，只能说你意志力不够坚定。反正就是你有毒，对，不然我有毒，是你意志力不够坚定。啊、谢谢。那就是你有毒，这么多人都跟 KK 说话 ，KK 也有口头语啊，我怎么就不学呢？因为我不需要，就是没有什么特点。你有，你可有特点了，但是我不打算总结。说完了以后，你就不能，你就不那样了，就没意思了。嗯。那星星下地上的雨，你在哄谁呀、啊？我没哄谁，就是有点想阿妈了。我觉得，就突然间有感而发是吧？嗯，就是也希望他就是这样大热天的，这样岁月静好的生活也挺好的，但是都三年了。啊，你别提这个，我提这个我也觉得好久。哎，你别提，你提这个我也心烦。哎，哎呀，我是真的没有想过，我也要待这么久了。哎，就生了孩子都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呀、啊，四哥，有四哥，好久没跟四哥聊天了。不是我没有了。对呀、啊，我现在就是很心塞的一个点就是，哎呀，哪一句就好像被绑死了、是不是？然后、你说怎样吧，好像也不也没怎样，对，也没怎样，我们也没法怎样。咱就是说那个小红裤子，我就哎呀又勾起来了。嗯，我的意思不是就是制造焦虑啊，没有人会比他们两个更急，没有他人比他们两个更需要去管理情绪，所以我觉得，就阿爸现在这样，第一个他不能就是像以前那样捂，他越来越稳重，可是吧，他也是按捺不住，他有的时候还是想。把另外一个人的那个痕迹挂在他自己身上，所以他现在操作就越来越骚气。比方说巴莎那天的纪念日，他大热天的，他把那个戏服的里衣给裹在里面，然后外面还套了一件防晒服。横店40度的天气哈，他前一天穿短袖，这一天他穿两层。咱也不知道图啥，后来我看首页我才发现，原来三年前的那一天，他穿的是一样的衣服。我是刻不明白哈，但是首页里面自然有宝贝，有咱家的人能。他那个内搭是吧，他里面穿了个内搭。对，就是。白色内搭，然后特地穿了一个外套在外面。大热天的。平常也没说一定要那样，他的头型也没说就是没有一定要有什么不方便，因为是好几天的，就他一直都是那个发型，就那一天阿姐王桑他就那一天里面穿了那个阿妈按领口的那个同款的内搭，
我不明白。巴士很懂。关键他晚上的衣服是黑色的内搭，不是白色的内搭。哦呦，就很奇怪，你莫名其妙穿了一个。做完了那个练习题，然后老师又给你出了一道没见过的题。对，他真的很会分散注意力，就是别 emo 啊，都在呢，都在呢。我懂，我都懂，我也 get 到了，感谢老父亲的爱。但是呢，就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总是就是这牙龈就很凉，要吸一吸的那种感觉。史克里说的没错啊，要是结婚，现在小孩都要准备去上幼儿园了。嗯，三岁了可以报名了，都可以这个意思。对呀、啊，都要去报名了。哎，你别说你们的。然后呢，那个红裤子、蓝裤子就更别提了。这咱说牵强吧，也是。那这么沉闷的天气 ，colorful 一点也是可以的。可是好香哦，那个裤子。啊？那个红裤子太像。嗯啊。他有一天，前两天有一天上班，穿了一个红色的运动裤，然后就是、有一个贴面膜的。对。嗯，上面白 T， 下面是红裤子，侧面有一个白条条。我知道，这种衣服我平时不是他穿的，反正不是同一件，但是很像。行吧。哎，我你们聊这个，我就有点就是接不上话。哇，你接不上话，我们上哪聊现在？不是啊，就是那你们每次聊这种同款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你们见我插过话吗？也插不了啊，因为我不是说什么了嘛。我跟你说过 endo 变，其实也没那么磕他们那些衣服。你就跟着一块晒干了寂寞就行，没什么好说。对呀、啊，没什么好说。我就觉得，我就是觉得，就同一个衣柜的时候，主要是现在张张他也不自己买衣服啊，是吧？嗯，我就蛮觉得蛮正常的。哦，我在浙城有良田已经成功安利了啊！现在大家一致认为，男童还是要帅，这一对非常优秀，很恩爱，完成任务了。嗯，不是，说好高冷人设呢？没了，不存在的。我现在的名字叫武大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就反正已经又群、也放飞自我了，是吧？是的。你的名字叫什么？我还是叫五分钟，但是他们管我叫武大师。就开车，我也不知道为啥。开车。怎么能到这个？就是那个开车速度，是个人那个开车的速度。就你知道，就是他去玩个游戏，碰到一个同伴了以后，那个同伴就开始放飞自我了。你两个。你知道。对，你知道怎么放飞自我吗？就是那个车速、啊、都碾到脸上的那种，然后我就想着，我说、就是好歹咱也算是咱就是咱们家里面哦，咱们这个群体的一个稍微一点点的一个知名度的人，就想着就是千万不要认，关键他那个名字又那个的，史哥，你明白我意思吗？又他关键是他这个名字又非常的很好认，一看五分钟，你想想看，又是万一啊，我就说万一要停止不见怎么办？然后别提醒我，这种汗毛直立的事情，咱还是别琢磨了。我就是真的觉得很恐怖。是哥，你这要是别人认出来了以后的话哦，然后。找过来就算了哈，然后我在这层有两点没干的事，干的事真的是哪都知道那种，然后人家一会顺着直播顺着那个人又过来到我直播间这里，然后哈我们直播间又没办法消停，我砸人家饭碗，你知道吗？咱们上次没有说那个，就是花花那个头发那个没说，没说啊。哎，别提了，你提这个，你工具也不舍得花钱，讲的就是心塞。但是，咱们有一说一啊，他那个发型确实不太适合花花，只能
看出来是还是不一样的。不是他不不那个，因为原本的时候设计的时候的话，他本身就不是那个，就是那种后背飞鞋的那种设计嘛，知道吧？他本来就不是这种，因为他原本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就是比较顺畅型的那种头发，然后再做一并的，知道吧？对，像那个像，但是花花他这边的妆造。对，但是花花的妆造的话，她的那个后背头就是全程的，知道吧？是全程的，已经发型固定好了的，你不能梳下来的时候的话，但是她就是花花的时候的话，她又是另一种风格，她又是另一种风格，她不像如果说是单独就是为了那个发型就设计一套的这种情况的话，她就不会设计的是这种头，因为但是你们发现就是花花的那个头发，她是要贯穿全场所有的服饰的，知道吧？因为他的那个都已经是真发来着，然后那个发蜡全部都固定好着的，梳不下来的。你这梳下来换衣服得多长时间了，是吧？那本来应该是梳下来的，是吧？对，他这个头发是本来是梳下来的，原本的时候没有打算要，花花看到的时候觉得挺好看的。因为原本的时候他捡漏了一个，对，他这个是废稿。嗯。你看，人家花花觉得好看，对吧？哎，咱爸就不肯付钱。你别提，你一提，你的老师又抓狂。就之前是废稿来的，真的就被看到以后就挺好看的。之前郑老师给咱爸报价的时候，给他设计的那个发型，现在二次利用了一下，用在了花花的头上。那人家花也那个也确实也挺好看的，真的，你得看她的动态。那花花的也是那种就是动态型的很好看的人，你要是看静态的时候，感觉拍不出她的神色。但你要想，就是这个，因为这个头发如果在咱爸头上，应该也挺好看。你得想象以前的时候，哇，给他弄的是什么衣服、哦？我就说的是那个古风式的衣服了。那古风式的衣服啊，它就很好看。嗯，这个是当时是他去戛纳的时候，第一次戛纳时候的那个投标，投标设计款呢、啊，太贵了，你爸没看上，不是太便宜了，你爸吓到了。对，太便宜了，啊、对对对，然后你爸以为你们郑老师要潜他，然后没有要。对，你们阿爸自作多情，就觉得你们郑老师是不是想睡他，也没敢要。对的，不是在他的心里面，就别说是不是真真啊，他一个大猛一还能被零给睡了。不是你这要是看到背景或者干什么来的时候的话，那你想你就像我就说了那个小四，他跟那个张是张凌赫还是张鹤林啊，那个他这俩体那咱俩体型也是父子或者祖孙辈的那种，就是缩小水型的呀，那你就是觉得谁有话语权是上面的。哦，明白了，就是阿爸担心的是。担心的是到时候这个位置都不好选，没得选。你没得选的呀，就是你别闹是吧？对，我说躺，就是我说躺，那就是那我就躺。那我说让你躺，你是站着的，你也得躺，这不正常吗？对 ，lie down please。你给他们看一下那个头发吧，花花那个，我发给你。啊，也没有更好看的，因为这个是你们郑老师人家在、哎、你就叠个侧脸吧，你就不要叠正脸，总觉得你第二张正脸可能不太好看，你就叠个侧脸大概看看样子就好。对呀、啊，就拍你们郑老师拍的是动态的，随手一截的感觉，我跟你讲，我放出来之后我都怀疑你们就被说是黑粉，我跟你讲，就大概看个样子就行了。我以为是你自己截的，我还想说这个截的也太丑了。郑老师截的，他随手拍的，他随手拍的那个视频，然后截的一个图。哎，我也很无奈，好不好？
不过给花花的这个的话，那个发饰又给换了，因为要搭配他身上的衣服。之前的时候，你爸的那个是一个玉坠来的。对啊，就是如果你把这个发型换到咱爸的脸上，我觉得他真的是好看的，而且是真的很国风，是真的很国风。但是呢，咱爸不要呀。不是便宜到吓到他了呀。就是啊，就花花的这个的话，他是换了发饰，因为他这个要配衣服，他的首饰都是钻，所以要换成钻了。但是之前的时候给你爸设计的古风的时候的话，他是坠那个黄玉坠的，因为你爸的以前那个你耳朵这边弄个嘛，弄个玉坠对吧？对，他不是米黄嘛，然后他是玉坠来的，没这么长。你爸的那个话是就是到脖子这里，就长度到脖子这里。他那个玉坠是坠在发尾下面的，他是坠在发尾，就是上面的那个编头发的那个话，他是用一个小玉箍箍住了，然后的话他那个发尾是玉坠。然后花花的这个的话是要那个搭配他整体的一个造型，所以又改了一下下。我之前看的时候我就很眼熟，我就问真了嘛，我说这个不是你的失败之作吗？把他给气死。那不是失败，是人家没选上而已，也不是失败了。这跟没选上的时候跟失败有什么区别呢？但失败是代表郑老师水平的问题，但这个是因为是咱爸没选的问题，他是吧？这不是代表郑老师水平不好。那他说你爸现在还是括号头，那括号头不翻车就随便了是吧？这东西就是啊，这东西永远不好头不翻车就行、是。好看是需要代价的，知道吧？是需要蒙你的，你爸就觉得不翻车，然后又可以审问你的一个情况下面的话，就还好就可以了。对，不过你如果是他这个衣服，他这个发型的话，再配个玉佩的话，确实很适合，就是那个戛纳那件衣服。就那有点古风的那件衣服，我觉得是蛮适合的。哎，一言难尽。那就是括号和可以就可以呗，也不是不行。这种东西他自己说的算是吧？他口袋里面的钱他自己说的算。是的。好，我们管不了，也管不住。他本来那个括号就没啥新意啊，从头开始到尾就没啥新意啊。人家好的发型造型师是根据他的头，是根据他的衣服会给他搭配的。他所有衣服不换成那么多件衣服，他永远都是这个头，对吧？只能说，就大家之前不都说了吗？只能说及格，但是他不想创新，他不想换，那就这样也没问题。继续括号头可以省一笔设计费，之前给他报价也没那么贵啊，是不是？搞得好像你们家老师在敲诈你爸一样，不是？难道不是因为便宜，然后让他不敢要吗？是说的好像你们真老师报的很贵一样，真的是。现在还高攀不起了，真老师不屑了，不想跟他搞了，没那么爱了。对对对，这真老师已经。他现在不是你跟他对老师，他现在有心头宠，所以现在别在他心头宠面前争什么风，没有什么用。什么还问你爸郑老师现在心头宠是谁？肯定花花呀，你不用想，不用想，笑死。这个人比这个比较识趣儿。也不是说识趣吧，这个人比较听话，比较没有意见，比较肯花钱。哎，你说到《西游记》，你最近有看那个《红楼梦》嘛？就是有一个电影，新出的电影，新翻拍的电影，然后演那个《红楼梦》的那个小姑娘，反正就是被各种骂，你有看到吗？唉，就说他对《红楼梦》的那个，就是首先他长得也不好看，
但长上这个东西嘛，也就算了，也没啥能说的，就他就长这样嘛，那不太符合那个林黛玉的那种，就是不太符合林黛玉的形象。然后再加上他那个就是演的也不太行，然后这个电影也不太行，然后他自己对于林黛玉的那个就是的看法也不太行，反正就是都不太行。我真的觉得，《红楼梦》这种东西啊，别翻拍了，真的是服了，演不出以前的老版的精髓，别拍了，心塞。对啊，就体以前老版的那个整体确提升实就一个是，心塞，你也很难超越以前的老版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林黛玉的神韵真的很难，就是一旦我跟你讲还没影视化还好哦，你一旦影视化之后啊。你一旦影视化之后，就是，他就会变，就是你认可的那个人，他就是林黛玉的形象了。如果说是他没影视化的话，他可以有很多个懂吧？明白我意思吗？很多个形象的林黛玉，但有一个出现，他变成经典了以后哈，那他就是你所有翻拍的人的一个翻不过去的大山，懂不？真的，这所有的影视剧都是一样。你没拍的时候的话，就是1000个人眼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你如果说一旦那个经典的荧幕，它一搬上荧幕以后的话，特别是让所有人都接受之后的话，它的形象就固化了。然后你那些想再翻拍或者是想再做什么的，很难很难会再得到认可。就反正在我看来，林黛玉就是那个86年还是84年那个版本那个演员演的那个林黛玉，就是那个形象。就是陈老师嘛，对呀，就是那个形象，就是林黛玉就是她这个样子，你知道吗？长得又就是又符合，然后呢性格啊，包括演技啊，都很符合林黛玉的形象，所以就导致后面所有的。他很难再入眼了。都演这个就是视觉跟思维的一个，跟一个就是经典角色的一个固化。真的，你是，怎么讲呢？是有点没办法的，贵妃哦，这种就是这种啊，这种固有印象是没办法的。对啊，真的很，就咱们不说他，当时演的是不是自每个人心中的那个林黛玉，但是他能演出来那个样子，那种神韵就已经很好了，对吧？没因为有。每个人演的林黛玉。他自己体会的林黛玉基本上大家都不一样嘛，对不对？但是他演的算是比较符合大众心中的林黛玉是怎么样了？这你确实，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觉得他配得起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弱妻子胜三分，是不是？对你对配对。得上这就是，你就觉得这句词用在他身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你现在看看，就是这些就是重新再来演黛玉的这些，有谁配得上这句词？哎呀，就很对心啊，塞。所以那个电影就是被骂得非常惨。对，你就像咱们就，对，其实就明知道拍他时候是不讨好的，你非要拍，你怪谁嘛？是不是？关键是你也没拍得很好，你最主要是这个。对啊，贵妃哦，你说拍得很好，你还能硬刚观众，拍得还不好，哎，咱们咱们那就个年代就说是那那个个水小姑平娘的啊。长相像符不符合了。因为毕竟长相这个东西不好说，但是就是他整个人的这种神韵就不像，就一点都不像。其实我是觉得你没必要一直去参考人家老版的那些，但是你得对得起怎么形容林黛玉的，懂不懂？你得对得起人家书里面是怎么形容林黛玉的，你起码一个神韵跟一个就是模样各方面的时候，你要无限的接近吧，我是吧？哦，无限的接近吧。你妆造这块的话，你可以不用，就是不用跟老版的这边就对比，你自己做自己去做创新的也可以，但是你不要那个嘛。就是你不要，就是感觉跟就你跟林黛玉啥关系都没有的那种。你说你是林黛玉，谁他妈能接受啊？是吧？等下到时候被骂了，又在那里玻璃心。哎，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现在就是啊，他现在就是
被骂了，然后说我们观众不懂啊什么东西的。不是，就是为什么要懂你啊？你不好看就不好看啊！真的是，我为什么要懂你，然后将就你，就觉得很心塞。就有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些导演还有一些编剧什么类型的，真的特矫情，真的是那烂就烂了，我没办法共情啊！我跟你讲，我就是很平凡的人呐、啊。我要是个导演或者个编剧，我要你干嘛？我直接把你给踹了，好不好？我来写，就真就我行我上了，是不是？你们说的是这个道但理我吗？也没看，我只是就是刷到那个，就是那个林黛玉生病的那个图，就是把我吓死了。啊，我也不明白。你看，我一看，我为什么会在英雄联盟这个直播分区啊？我给无哎，语。上次我们就看到了，就说你在英雄联盟这个分区。来，我切过去，我切成聊天电台。为什么这英雄联盟？人家一进来一脸懵逼，哈？这在玩英雄联盟吗？不是啊，是吧？无语死。然后那个。然后这也是这个也就算了，我你看就像一个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刚看那个定妆照的时候哦，刚看那个定妆照的时候，我看到张哲瀚，你们也知道我有多喜欢那个《天涯客》这本书，虽然说他是 P 大书里面是他最不名不经传的一本，因为也很早嘛，是他以前的练笔的书了，但是真正是我看耽美的一个，虽然说我很早就接触 gay 的这些东西，但是我真正看耽美小说的还是就是《天涯客》，所以就算是我的白月光。所以那个时候我刚看到你妈的妆照的时候，我本来这个剧主要拍《天涯客》的时候，我一听说只有3000万的投资的时候，我就是别人还过来，因为都知道我喜欢，他还过来跟我讲说：“完蛋，你的白月光被糟蹋了。”你知道那时候我就一直在骂这个剧组是扑街，你知道吧？扑街剧组，对啊。我一直在骂，我说你拍什么不好啊？你想走？我那时候我就想着你想红，想走红，想疯了吗？怎么拿我的白月光来糟蹋？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的更多的是这种情感，并没有说是来有后来的这种东西，知道吗？然后再加上我知道他们的投资又穷掉，然后后面又知道那演员就是个个的在跑路啊。一个一个的在跑路，我那时候心里就想着，我说赶紧跑吧，这个破开剧组开不起来最好了，不要，因为他经历了太多拍剧毁小说的，知道不？哦，经历了太多了，所以我又有心理阴影的，关键还是我的白月光啊！我就那时候想了，赶紧不要开得起来了，赶紧跑路完了吧。然后直到后面是张哲瀚过去救场的那种，我说我靠，张哲瀚你是真不要钱的吗？神经病啊！然后就算了，我要后面关键是后面他定那些演员，定一个跑一个，我就说你要不也有人去找一下张哲瀚，跟他的档期冲突算了，不要让他去拍了。不要再去拍了，他一站在那里的话，就别人还会去做招商哦，还有各方面的那种其他的之类的。但是你哪知道你妈在那里屹立不倒，我那时候都有点埋怨他，我就那时候就想了，我说你个猛就是猛咩又不猛，小娘又不小娘，就是漂亮就嘛。我处说，于很尴尬的位置，是对吧？啊，我说你小娘又不小娘，漂亮又不漂亮的那种，因为那时候他不是往猛 man 的那种形象发展嘛。我说 man 又不是猛 man 型的，你去刚什么周子舒呢？我说我那时候就想着，这真的有点蛮怨的。然后那个，然后关键是后面我听说就是各方面的演员找到位以后的话，就是龚俊去接了那个温客行。关键是那个时候，我就还好你，关键是知道你爸。我说哈，龚俊他是疯了吗？就是我那时候就是那种感觉，但是想骂呀，就感觉又有是因为就是一面之缘又骂不出口，然后又忍了，然后关键是我就想着我说，我就想着哎呦，就是还好是韩老师，我说应该也有点魔鬼之手吧。我听说这个剧组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妆造上面的，应该还是可以的哦。我那时候都说了，3000万全部都给韩老师搞妆造了，我起码说我觉得应该是要松口气的哦。我就想着说松口气来着，然后后面他哭那个拍了那个宣发哦，发那个宣发出来那个图 P 的跟那个阴间一样，我看的时候我直接窒息了。对，当时那个酷的那个就是那个宣传拼照图嘛，真的是绝对了。P 的跟那个阴间滤镜啊，我那个你懂吧？我就一口气上不来，我说啊，3000万的妆照，你就给我整这个，我你就给我整这个，我那时候我就是绝望了，你们知道吗？我想骂就是马马皮就在嘴里面的，因为说不出来。
就你能说什么嘛？真的是我要疯了。然后关键是后面他看他们那个路透啊，哦，看他们路透，你看这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帮人又缺德。就是本来我已经够绝望了，就是喜欢看我更绝望。然后把你爸不是拍那个跟你妈拍那个滚山坡的那个紫色的那个衣服啊，截出来给弄给我看，他说，哎，你看你的温客行，穿紫色衣服哦，够骚。我一看他那个绿色的衣服，我说，啊，这什么东西？然后后面就恐怖的又来了，那个粉色的。对。然后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最过分的是你们谭老师的那个妆造剧组的那个妹子一直在婉转，没有很帅很好看，我说我不信，你们拍出来的照片都是魔鬼，我不信。然后关键是那个时候我只看了那个紫色衣服，我已经很窒息了。后面那个就是韩老师他们剧组的那个就是在我们群里面那个小姐妹，她更过分，那个服装剧组的那个女孩子更过分，她干什么？她把那个就是温客行的那一排衣服全部给你一个一个拍过来，她说没有。很好看的，还有其他的穿的真的很好看。我说我不信，眼见为实，我已经见到了，太恐怖了。我那时候真的很绝望，就是那些浅绿色的衣服，对，什么浅绿色的哦，然后还有，关键是那个浅绿色，就是他跟着尾随你妈的那套衣服啊，哦，那套衣服，还有他还高领的哦，还是高领的。我看的时候我说，这他妈谁穿得出来呀，啊？然后后面又来一个那个粉红色，我说这粉红色的也是温客行的呀，啊。他说是温客行的，我直接晕过去的。我说我要，我那时候就一直在骂，我说谁 hold 得住这种衣服啊？我说韩老师真的是没有问题吗？然后那个姐姐很委屈说没有，真的很好看。我说给我看到图都是这种见鬼的。都是见鬼的。然后后面他说那给你看一下周子舒的，但是就是周子舒的就是起码没有那么五颜六色哦，没那么五颜六色。我那时候就说就是还好，我说还好没有那么花里胡哨，吓死我了。要我说为什么要给温客行换这么多这种乱七八糟衣服，还有那什么墨绿色的什么大红色的这种。他说温客行这个人设本来也就够骚的，啊，骚的时候又把那颜色跳脱一点的话，感觉他跟他性情也蛮像的嘛。我说韩老师真的是有远见，我说真的有眼见，不知道还以为是啊巴拉巴拉小魔仙。对对对对啊，后来出来效果还是挺好的呀。对，那时候不好看。我那时候就想着，我说谭老师是回去陪孙女看那个魔仙宝，巴拉拉小魔仙。对啊，看回去看魔仙宝了吗？他也要他是不是也要跟我说要你寡，你想要跟我说跟我讲这个，真的是。我真的是要晕过去了。后面关键是那个宣传照出来的时候，那个路透图一套比一套绝望。就关键是他那里面所有的衣服，我只看好那对那就是那个白色的，啊，嗯，真的是绝望。什么？对，现在、就是，你现在高攀不？你之前嫌弃的衣服，现在是其他的短剧啊，什么剧的那个翻版，知道吧？对呀，啊，真的，贵妃，你知道那时候的绝望心情吗？他要废掉了。没办法跟我共情的是吧，赶紧跟我睡吧。不是，我被雨浇了，我现在头有点疼。啊，那就没睡了。我刚刚我也笑，我也准备笑。你当时觉得丑的衣服现在都是别人争抢的对象。但是去看的时候去看的时候他第一集也没有那么吸引我的时候啊，他们都跟我讲你一定要撑过第一集。我说这不是所有烂剧粉丝洗地的第一句话吗？你撑过前面五集，撑过前面十五集，我说十五集他们都快完结了，还要我撑。然后他们说，你撑过第一集就好了。我说你是第几集觉得好看的？我第二集就开始好看的。他第二集不就发烧就烧了吗？他第二集就开始撩摸下巴了。嗯嗯嗯。懂不？对。他第二集已经开始尾随了呀，他尾随以后就很好玩了呀。嗯。对啊，那你真的很无语，就是他们就是你知道是所有的烂剧就是懂吗？所有的烂剧都那个粉丝洗地都是说你要撑过前面三集，你要撑过前面五集，甚至有些更过分，你要撑过前面十五集。我说我是在生小孩嘛，我要忍你。然后我看第一集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忍下，过了第一集的时候就很好看了，我就很耐，我就耐着心来下来看了，我就耐着心下来看的第一集。其实我觉得第一集不好看了，我要我去看再看第二集哦，就慢慢的吸引我了，就很吸引我了。嗯，是的，真的所有的烂剧都跟你讲要你撑过前面的。我说你一开始都不吸引我，以后你还想后面吸引我？嗯，真香吗？
对，我是真香的呀！我后面看的时候就上头啊，我甚至还去看超开场。我觉得第一集还可以吧，就是张包包那一集还行。我觉得第一集一开始他不是那个天窗的时候就挺帅的呀。我后来不是你要用帅不帅来挽留我看不看这个电视剧吗？他还说我白月光，我是要看剧情的呀。嗯嗯嗯。然后我第一集我真不行了，然后我看第二集的时候就开始觉得有点意思了，我说哎，有点上感觉上了吧。但是他拍完了以后，我就觉得他就是周子舒啊，他就是周子舒。你看，其实影视化很恐怖的，是不是？嗯，影视化很恐怖的。我以前的时候，我想过我的周子舒是各种不是温客行的周子舒，是各种形象或者是各种类型的人物，但是现在讲到周子舒，我第一个就是哲瀚呐、啊。嗯，你越不了，越不过哲瀚，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就说了，对，嗯，就像别人说林黛玉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都是陈老师，对，是的，都是他一样。就像别人说起悟空，都是六小龄童老师，他已经固化了以后的话，你很难再有人再超越这些经典了。哎，真的走了，还是演的好。走了，嗯。你妈这怎么？他真的还有不死心了、哦、他。怎么了？他还在奋战那个。分层。对，我说分层都搞不定，还想渐变呢。告诉他冰箱里动动。就是啊，你让胖哥他就帮他去动动吧，反正他也只参与最后一步，对吧？让他动动吧。他要是觉得这样子成功的话，我也没办法。你有没有可能？我觉得他这样，他应该会觉得这样子会成功，动一动他就能成功了呀。想怎么变变怎么变变。还有一种方法，阿姐，你告诉他用冰粉把冰粉就是剁成那种碎块块，然后怼在果汁里面，它也能达到一个缓冲的效果，也能渐变。就是如果他单纯只是想要用果汁来渐变的话，我觉得那不可能，那是液体，实践不了。哎，我其实人家能渐变都是要加点东西的。我就想着，你想咱们去喝的那个，我还不如他原汁原味的给汤跟你爸喝，你加的东西又他自己又没轻没重的拉肚子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还是要他宁愿他一直失败，然后你爸回去可以起码也还有果汁吃，果汁喝是吧？哦。起码还有果汁，你又加一些东西，加的有的没的，然后自己又搞不好的时候，全家拉肚子。真不是我干嘛的，我对他的手艺各方面的时候，真的没那么看好，哎呦，真是绝望。对呀、啊，大白兔可不是咱吧？大白兔是汤好吧？汤先喝完没问题。哪天你们汤马拉姑好久不出现，然后一问他说他在医院挂水，你更完蛋。我说干嘛的？川西是吧？你无语。对啊，那哪天你又看，哎，怎么最近你怎么不出现呢？他说我在医院呢。我说怎么是在你又问他怎么在医院？我说我川西了。你看这，你想想就觉得很恐怖。算了吧，好吧，你还是让他自己去折腾原汁原味吧。你起码原汁原味就是。你爸跟你们汤马拉姑喝了也没事是吧，贵妃？没什么问题对吧？上次那个蓝莓汁真的是绝了，还没喝完呢。现在但是你爸说这个东西过夜了就不要留，就把它倒了。你们汤马拉姑看着你爸的眼神，就是他是神。对呀、啊，关键是早饭也不能也不好喝呀。他把那个蓝莓汁跟那个没喝完的那个西瓜汁给倒了，他说这些东西不要过夜。然后你妈也听话，就把他给倒了。然后那个他妈拉姑看你爸的眼神，就他就是神，是的没办法，他第二天还砸呀。但是他第二天就不砸那个蓝莓了，他换个水果砸。对呀、啊，还有那芒果的，每天换新的那个水果。他要搞那个什么哈水蜜桃，他说是粉红色的，哎。水蜜桃可以配那个椰果。不是你妈是不是真的人家那个水蜜桃粉红色是煮它那个皮是煮的皮才出来是粉红色的。对啊、跟肉没关系啊。是。肉是黄的。对啊，跟肉没关系啊。
这真的那个水蜜桃粉色是皮，不是肉啊，它肉就你肉打你把那个皮给削了以后，你打出来的时候啊，它是有点偏黄的呀。对呀、啊，他哎，不会不知道吧？不是不清楚，都是人才。那他难道他用那个黄的那个汁，就是肉，再怎么弄，他也弄不出来粉红色呀？人家是煮皮，然后出来那个水，再加那个白凉粉下去的时候，它变成粉红色的果冻，是吧？哦，那个波波，对呀、啊，对呀、啊。是叫什么？波仔糕。对啊，人家用的是它的皮来做的。我刚挽完尊，就是为了西瓜所做的一切，他就开始霍霍桃去了，是吧？不是哎他呀！不知道那个肉弄出来的时候是黄白的，偏黄的那种的。那人家粉红色的是煮的是皮，不愧是他呀！关键是你们汤也不知道啊。那那还是要来定位一这事下儿真的。的不能再让汤背锅了，这不合适这个。他也不知道，主要是，然后后面他说的时候，我们就说你们是猪吗？但那个肉那个桃。水蜜桃肉它煮出来的时候是黄偏黄的，有点乳白偏黄的，然后那个人家粉红色的，人家用来做色素，食物色素的是桃皮，是桃子皮，把那个桃皮给削出来煮那个桃皮后，它就是粉红色的水，再加那个白凉粉跟点糖下去的话，它就是钵仔糕或者是粉红色的那个凉粉，就它就是这种了。然后他说哈，我不知道。他来一句我不知道。我说那你们不是说要追求粉红色吗？主要就炸出来都不是粉红色的，自己没清楚吗？他说他们两个，你知道他们两个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是他们两个给出来的结论就是没炸到粉红色的，说他们两个买的水蜜桃不够熟。难吃，行吧，那再说它也不是粉红炸出色来不呀。是粉红色的时候，人家给出来的结论是那个他们买的水蜜桃不够熟，不哇，够粉是吧？真是人才。他说要那种就是快熟很熟的那种，然后他那个皮都是就是肉，连肉都是有点粉的那种，都有肉都粉了的那种，熟透了的桃哪是粉肉啊？是黄的呀，哦，是红的。我记得红就是那个水蜜桃红熟。死了，红到发紫。哦，对，是有点红，有点，就是有点像那个火龙果的那种了哦，那个红啊，就熟那个熟透的那种啊，哇，真的是人才，真的是，就，真的，阿嬷这个人真的略愁人，小作精，人设不倒。你我这这我这我就很想说，就说我们快下播的时候，哇，我还给你6分钟的时间来挽尊呢，你都挽不了了，没话讲的。然后后面过我段时忘间，不了啦，这是不是他我懂去。西瓜，我还好说。然后后面桃我儿，就问他嘛，我说你们炸出来说没感觉不对吗？哦，没感觉不对吗？他说我们哎，两个不想的是，对，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你等着，我啊，整理好了，我懂了，整理好了。不是一开始还咱要们，晚呐？能就这晚，能晚，你也晚呐？你相信我，哎，相信我可以的。你准备好了？那个是这样的啊，昨天我们前天我们分析的这个渐变，它的基底是有西瓜，是不是？对吧？一切是为了西瓜，但是西瓜要做分层，用别的水果呢，实际上它很容易最后混合了。混合完了之后呢，最后就变成一种很奇怪的颜色，所以阿爸才那样，就是知道这个是西瓜，我才喝下去。他说的是不错，他现在的进步的目标就是还挺漂亮，那么口感就不重要了，我们先解决颜色的问题。已知西瓜是深红色，他脑子里那个桃是粉色，粉色就是深红色的渐变。他为了达到这个渐变的效果。他现在开始转向桃做实验，他现在肯定是先实验只用桃，因为不能浪费西瓜嘛，是不是？他先解决桃的问题，拿捏好桃的颜色之后，然后再上西瓜，这样子就解决了两个颜色。我差点就信了。以此类推，他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是草莓或者是樱桃，做最底下那一层西瓜做中层。我跟你讲，你不要阿爸，你还真猜对他的心思。然后我们跟他讲，不是皮煮不出来的，说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草莓是不是可以打出粉红色？我是亲闺女，有没有搞错？这点事情还难得到我？他说草莓能不能打出粉红色？我说，草莓打出来的也不是你们要的那种粉红色啊。
不想说话。什么？他说？你说？你跟他对话了？不是，我们的群里面说话啊。跟汤说。汤啊。哦。汤的需求。汤的需求是，不对，他老板娘的需求是，他要打出粉红色的果汁。不是他让他让汤去买。嗯。然后后面回来失败了以后，他们觉得这就是不是他买的不够熟，还可以去买那个梅，那个树莓，就是那个红色更甜，就红色系的水果其实还蛮多的。为什么非得去桃呢？那桃只有皮儿是粉色的，你拿果肉你打死你也做不出粉色来的，妈，我的韩国口音都出来了，妈。他是不是这样的？他一开始先用那个，死我了，先用那个西瓜，他觉得西瓜可以打出来粉红色，对吧？对呀、啊。但是他发现西瓜不能放太久了，放太久的话，它那个味道会变，对吧？其实我更愿意喝厚厚水，厚西瓜，因为渣西瓜没有任何含金量，是不是、啊？哦，你还有点存在感。然后他们就想到去买桃子，说桃子是粉红色的，结果发现。桃子炸了以后发现它只能炸出来，也炸不出来粉红色，要只能因为那个肉不是粉红色嘛，现在下一步是要去试那个草莓，对吧？反正我就问他，我说这种东西你去哪里买草莓，真的服了。不行，火龙果加酸奶那个粉色不透明，西瓜的红是通透的，它不能用这种用白色勾兑出来的，它还是要透亮的粉。贵妃，我还是真的要的，想让它去厚厚那个西瓜就行了，因为西瓜很大，个厚厚、哦，关键是也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样子的话，起码就是它心里面难，就是让它有点成就感，不要让它去再挑战那种比较有难度的这种东西。让它加点蒟蒻、冰粉、椰果，它还是可以做出来分层的。里面加一点那个汤力水就行了。哎，别提了。其实。撞色也可以啊，就用黄瓜或者猕猴桃，都是这种果肉比较浓稠的，它有可能会制造出那个旋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在颜色上面好像也没有什么见地，毕竟这跟阿爸在一起之后，这衣着衣品才上来。想起以前他那一身800多个颜色，我现在就。嗯，所以渐变色这个事儿吧，哎呀，阿妈，就算了吧，算了吧，别搞渐变色了。其实西瓜跟黄瓜一起是很好喝的，真的。嗯，我就哎，真的，我最近在你妈身上叹了好多气啊。哼看您做了至少得半个月了。每天尝试就为了搞这个东西，想搞出渐变的颜色。就是你说他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就是稍微放在别的地方。那也是他呀 ，crazy 吗？不是，我是觉得他这种执着、比较执拗的这种性格，放在别的地方挺好的，就不要在就是在这种就自己没有的东西身上就是那么执着。所以每次他听他说要不要搞这个要搞那个的时候头大，我宁愿他种，就是我宁愿他相信他种菜人呢。我宁愿他相信他能做菜，我都不相信他能搞好这些。哎，别提，都是累。嗯，真的别提，都累。那个谁，阿爸现在下班都是早晨5点，那他哪有这汤送早点这个事儿，不就变成他们的早午饭了吗？没有啊，你爸也不是说他一回去他就睡呀、啊。哦，吃饭再睡哦。哎呀，睡觉之前的什么面膜什么七七八八的护肤的，比你还紧张，好不好？真的是。嗯哼。你自己想想，你回来你一套下来也要1个多钟了，你何况也他们也差不多啊，好不好？嗯。而且这个时候他5点多钟回去的时候，他也不会进房间里面去吵你妈，好不好？啊，不得去扒拉扒拉吗？不是扒拉就醒了呀，你又不是说要有那个有什么性质，说是要干一票。嗯，他们现在的房间是两室一厅还是什么？
看你租的哪个房子是几个卧室？那就那种一房一厅的。那这不扒拉他，那他睡哪儿？睡沙发呀？横竖是要扒拉的，对吧？横竖不是你也得看性质啊，又不是说不扒拉是吧？他们又不是没扒拉过，又不是就是一天到晚扒拉过，扒拉过来抱上接着睡。我醒的呀，哎呀，你这真的是，那泽汉他也是要那种早起锻炼的人呐、啊。你真的扒拉他醒了后就睡不了了。哎，好吧，好吧，好吧，他是扒拉小魔仙。不是，人家宠老婆比你想的多的多多的，是不是？你妈基本上6点半、6点钟、6点半这个时间，你妈一般如果说回来早的话，基本上也不会在这种时候，像你们他妈那姑基本上都是7点左右的时候拿早餐过去啊。你老板娘什么时候醒，他老板娘什么时候醒，他清楚得很。哎，俩人就倒时差呗，这个睡觉，那个就醒了。对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白天的时候，他们就在客厅里面孤岛啊，你爸就睡觉啊，是吧？起来的时候就一堆什么果汁，要命！对呀、啊。还好他代谢好，真经不起啊！这样果酸这个东西，就果糖这个东西，其实还挺厉害的。不太好代谢，我现在5点以后都不敢吃水果了。他也所以他又要疯狂锻炼，溜溜，啊，走了走了，走，走吧。走了，拜拜拜拜。